靠，有人传私讯给我说，看到三张海龙笑死，有事有多好笑，当阿庆哭泣。你停看一下，我有秘密，看一下。哇，居然！有一个虫虫啊！这个别吵啦，这没发什么语音哦，开一张场地先结束。连小屁孩都是，对啊，来红红，哎，漂亮漂亮，哎，差一张场地，差一张场地。哦，免费祭品，一个免费祭品，我们差一张场地啊。要有场地啊！可是这个两张会不会中场地？我觉得不一定会拿到，所以先盖起来。先盖好了，先盖好了。六张，好。现在是有一个葫芦，一个灵胶壶，搭两张海龙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场地场地，你这场地要来了，再忍一下再忍一下，还有两千，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再忍一下，好，要赢了，迎接胜利的味道，我传说之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就不抽了。来，海龙，哦，海龙神，哦，下去，啊，下去吧，喂，站。操你奶奶的嘞！打不下去。我可以抽两张啊！我好讨厌这个泡泡的。哦，不要啊！痛哎、欸！痛死了！亚马逊，不要亚马逊啊！好，先吃宝牌。好，又是一张怪兽。王詹姆斯 ，OK。是泡泡人，这张是什么啊？好好奇哦。这张是什么卡？重底吗？哦，又是泡泡人。哦，对方快抽完了。来场地场地，今天我们海龙神还有几只？海龙神，哎，还有很多只哎，我们直接升招。嗯，先不要开好了。
好，有机会，不能让他抽完啦，太危险了。对，啊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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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吧，轰轰轰轰轰，呼，太神了，放一个时光组，把对方的牌全都送到墓地，太神了，花式，花式引法，哦，太爽了！我来了，卡兹达！什么爱情动作？前一秒在讲同时也是，下一秒在讲爱情动作，人家不会觉得你精神分裂。插场地卡，苍老师，2006年，苍老师都已经十年了。五、哦、五、哦，这个马利克很凶哦，再一张我们就赢了，来再一张海龙神，蓝蓝蓝蓝，哦，死灵诱惑，哦，是我的那一套吗？他超阿庆的牌吗？是阿庆那一套死灵诱惑吗？哇，没有中，可惜啊！没关系，再接再厉。気持ちいいぜ。気持ちいいぜ。多一百而已、啊，不痛不痒。こいつをモンスターを攻撃表示で召喚。リバースカードだ。トラップ発動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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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海龙神，リバースカードオープン。継続トラップ。海龙神，海龙神，哦，海龙神，中了，中了。来。再扣，再扣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扣。扣，再扣，没关系，下去。哎，不会吧？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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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。吓死我！啊干！干！1300！啊，1300！哈哈，我忘记了。1300啊！啊！哎呀，又是一个精华！啊，也非要赢了！啊！嘿，恭喜！啊！哈哈！明天可以开台了，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，欸，大家明天会想要看实况吗？如果大家想看我就开哦，不想看就算了，我就去休息了，感觉要休息一下。嗯，好，你感觉我们五只炼狱都没用到，你先不要开好了，我怕它又是破血。这个牌是日本限定的，哎，好好，日本限定的卡背，太可爱了。
要拍啊，这么想看受不了了，直接来来来来，哎哎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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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哇，要有海龙啊！明天开的话要玩什么牌哦？我不知道哎，要想一下哎。哦，海龙神差一张哦，来海龙就好了，海龙海龙海龙，海龙。漂亮，完美！嘿嘿嘿，多亏刚刚给他抽了四张牌，全部送到墓地啊，太爽啦！下去吧！啊！四张！啊！大屌吧，下去，太年轻啦，这个日本人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有你的牌就是我的快乐。没大话、哦、凤凰牌组爬电梯啊，哇、哦、11600，哦，两张亚马逊，我靠，再一只我就死了，不要抽到啊，大哥，不要抽到了，不要有亚马逊啊，不要啊，啊，没有，可以可以，不要有亚马逊啊，拜托不要有啊。好，再来一张可以，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还不行，还不行，还不行，差一张海龙，太扯啦，扯爆啦，太扯啦，靠，为什么要打呢？我哪知道那是补血的，喂，干你老师，有海龙啊，嘿嘿嘿，今天有三个精华啊，我赶快来积一下。嚯，今天精华也太多了吧！哇，哇，10000哦！哈哈，我破坏伤害，哇，我对方加3000，加5000还3000，哇，太扯了！太扯啦！靠，被刷分了，呵呵呵呵呵，被刷分了，哇！好啦，
那我们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请你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不一定会发布影片。各位亲粉们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